my line. If you're free tonight, apple eye, you're the one this time. Override, always on my mind. Not alone, you're here with me. Call my line. If you're free tonight, apple eye, you're the one this time. Override, always on my mind. Not alone, you're here with me. Hi, 大家好，我是洛。我现在人在韩国仁川机场，很久没有拍航空系列的开箱。今天为什么想拍呢？主要是我要搭乘的是韩亚航空，之前没有搭过，因为其他的机型呢比较常见，想说 A380 已经不再生产了，然后也很少航空公司有使用。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下去吧。我现在人在贵宾室，它整体是走深棕系，然后比较现代一点的装潢风格。食物的话呢，就有简单的沙拉吧，另外韩国航空一定会有的辛拉面，然后剩下的就是很基本的咖啡啊、果汁，然后水，以及一些简单的熟食。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来韩国转机还是不错过购物，一定要来逛一下 Gentle Monster。找了一些酷酷款。这是今天的飞机，超级大一台，双层，总共会有四个引擎。因为飞机很大，所以它的空调会有两条。一条会直接上来二楼，进来了，找一下我的位置，在这里。整体看得出来是有一点年纪的设计，好像跟新航的 A380 一样，就是一边会是靠窗户，然后一边会离窗户比较远，做间隔式的设计。那时候在选座位的时候不知道，我的运气比较差，通常这里我看其他位置是可以放东西，然后容量还蛮大的，那我的这个就完全都不能放。上机会有迎宾饮料，我不出所料的当然是选酒，然后也有果汁或者是水。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座位吧，它是用这种布面提花的，就是跟常见的皮椅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整个配色算是配得蛮和谐的，整体都还是走这个棕色系为主，跟它的贵宾室一样。但是因为用这种提花织面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比较有年代感。整体目前坐起来是蛮舒服的。座位旁边还蛮简单的，就有一个遥控器。那另外这两个我刚才试了，我觉得很特别，它有不同位置的充气的腰靠，就是它会鼓起来，就坐起来可以比较支撑。旁边就有放瓶装水，然后灯，它这边就是一般的飞机上的三孔的耳机，然后跟一个 USB。但是因为它比较旧了，就没有 USB-C。刚刚有说过，就是这台飞机其实非常非常的旧，所以它的萤幕蛮小的，真的蛮小的。然后它的画质也是偏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它的餐板居然是放在这里，是这样子。怎么开不了？开不了。是这样子，然后倒下来。那我觉得它这个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旋转幅度，方便在进出座位的时候。刚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是，它的安全影片感觉也是年代非常非常久远，上面的 iPhone 应该是来自星星的你的那个年代，可能是 iPhone 4或是 iPhone 5，就一切都还蛮复古。你们看，它这个是这样子，有没有很复古？超级复古的吧？要来吃晚餐了。餐点的选择不多，就是西式或者是韩式。但是我觉得韩国出发就还是要吃韩式。你看韩式这边的介绍有一大堆，但是西式这边就写得很简略。
蛮好笑的。晚餐的前菜呢是金松茸酱菜卷，我正在赞美它的韩式扁块很漂亮。这个酱菜卷我印象中是还不错，然后海苔还很脆，吃起来蛮爽的，但是这碗有机的绿色粥就有点令人害怕，上面的红枣我也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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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饭才吃到一半乱流就来了，最近真的有很多乱流的新闻，大家还是要随时系着安全带比较安全哦。语气好做作，哈哈。主餐烤肉饭终于来了，有看到那一大盘生菜吗？看起来就超级好吃。我觉得最令人惊艳的地方就是还有紫苏叶包着它的肉还有泡菜一起吃，我这边在说真的这样子吃就是对了，非常推荐大家搭韩籍航空就是要点韩式。甜点是一道很像超阿贵的东西，结果吃完哇真的很像耶。吃饱喝足来看一下 A380 的厕所有什么不一样，非常的大，简直是可以在里面做瑜伽。用的是人造石台面，然后下方的柜体用的是木纹贴片。重头戏来了，就是它这个很厚的掀盖马桶。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只记得这个盖子很重，然后有乱流，差一点我就被夹到尿尿咯。吃喝拉撒玩就是要来好好的睡觉。我其实不是很确定韩亚航空到底有没有提供铺床的服务，总之我是自己铺，整体是蛮舒服的。基本上我是那种只要有的平躺我就阿弥陀佛的人。其实我没有睡很久，大概只睡2个多小时，现在距离洛杉矶只剩2个半小时。为什么睡这么短呢？因为我闻到有人在吃拉面，是泡面，很香，所以得得得得我也来了一碗。不确定是不是新拉面，但很赞的是还有附萝卜，另外也有附泡菜，超赞。没想到我一吃完泡面早餐就来了，我还超级饱的。还好我点的这个粥呢，再吃一口，幸好我刚刚有吃泡面。降落之前播放的这个影片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是一个完整的伸展操，非常喜欢这个 idea。 说着说着呢，飞机就要降落洛杉矶国际机场了。我觉得这一趟整体还是很棒的，过完海关现在又要去吃东西了，有兴趣的人就继续看下去吧。耶，终于到洛杉矶了。然后 A380 就是非常的大，所以通关的人好多好多好多，排了蛮久才通关然后拿行李。另外其实我这一趟并不是要来洛杉矶，又是来这边转机，晚一点要去加拿大，所以现在在洛杉矶有大概4个小时左右。那我也没有找饭店，就是要去吃一样东西然后再回来机场。刚刚在飞机上吃的蛮饱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不用搭 Uber， 因为搭 Uber 好像6分钟左右吧，那我走路半个小时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说机场周围的路都没有人，看起来很可怕，全部都是车子，而且在洛杉矶谁会走路，应该是没有人。对，我要查一下地图。好的，言归正传，我觉得韩亚航空的这个 A380 商务舱呢，就是简单一句话讲，没有不礼貌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它相对而言是价格没有其他航空公司这么的贵。那我觉得就看每个人的追求是什么，像我是追求长程线，其实只要能让我躺着平躺着好好休息，我
就按摩风，我没有觉得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因为已经搭乘过其他不少家的商务舱，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真的是细心程度也好，彩色的用心程度吗？对，就是真的都还是有差别。我没有觉得它不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公司。我觉得以不换里程票的情况下来讲，就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然后时间比较弹性，不介意去转机的人，就会很适合搭这样子类型的航空公司。到了，到了，就是为了来吃 In and Out， 走了半个小时。我上一次吃应该已经是年前吧，2019年来西安的时候，人声鼎沸，哇，好多人去买餐。OK， 等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人真的很多，然后里面厨房也很多人，大家都是动作很快。欸，我觉得买这样其实没有很贵，欸，比我想象中便宜，因为我已经忘记它是什么价钱了。我只记得比如说动漫的 Shake Shack 一个人吃起来是蛮贵的，好像要500，我记得 我买了一个 Double Double， 它最经典的双层的汉堡，然后跟一份还有杯饮料，小杯的，这样子台币大概看刷卡金额是300多 ，OK 耶，好吃。它面包里面也是有一点点焦的感觉，应该是不知道是煎还是烤，看不出来。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Double Double， 上有分享很多他的点餐方式。我刚才听到也有人点什么 Animal Style 啊什么的，好像反正就各种啊。然后也有酱，可能 Animal Style 我记得好像是酱比较多还是怎么样，我不是很确定。有住在西岸的观众的话，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下。好的，基本上这集就到这边，就是穿插一个 In and Out 的行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分享给你的朋友，就这样 ，See you in Toronto， 拜。